个是 C09， C09 这个毛衣我们刚刚是一致觉得很可爱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哎，我觉得其实这样搭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要这样搭，超美的。对，这样搭也哎，真的好看，我的菜。C09，然后这个颜色它是有一点点绿色，带一点灰绿，灰绿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深一点点的。这种算是有点咖色、可可色，对，这个也都可以搭，完全都可以搭这个，搭黑搭什么都可以。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粉色，对，粉色的话，粉色我觉得超适合搭那个内搭搭浅灰色。再来浅灰，浅灰，哎、欸，对耶，搭浅，我觉得搭深灰也好看，对，深灰也可以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长度就是稍微可以盖屁屁的那种长度，对，它是长版，然后它可以当外套，也可以当上衣那种毛衣穿。对，这个是 C09 1080，然后有三个颜色，粉色也超可爱，因为它的粉也不是恶心粉。对，然后跟这个灰色，然后还有这个灰绿，灰绿色，然后跟、这个、还有这个比较咖一点的颜色，对，这个颜色也很有气质。我觉得这颜色还是撞色比较好看。对，它又可以当外套，而且它是还蛮重磅的。对对，所以蛮厚实，蛮饱满。然后它是还蛮。轻肤的，我觉得它不会。然后给你们先看它，它是比较大型那种人字纹的感觉。对，大型人字纹。对，1080，对，然后还有粉色，粉色就比较温柔，温柔的颜色。因为粉色就可以搭那个深灰内搭，会很漂亮。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完了，明天我觉得很难选，对不对？真的难选，我也觉得难选。